我终于遇到同道中人了，我应该比你强点，给我吧。我操，让我来吊打他，肯定专门玩程咬金呀，不然不会抢我位置的呀。先在这里找一下他，没找到。哦，不是跟我学的，那我就吊打他了。各位，他不出披风的，不是跟我学的程咬金，那我可要吊打你了。你不跟浪洋学程咬金，你不被吊打。我操，哇哇哇，是我年轻了。我为什么玩程咬金被抓，玩芈月还被抓呀？我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总是我啊？闪现跑我屁股后给我推进去了，我一点脾气没有啊。小傻瓜，你这不得死吧。哎，你们看这被队友吃线真的很舒服呀。各位，他吃不到一分钱，全给我了。先出个这个很恶心猴子的 和那个程咬金的，先出个这个，开始撤退，先出个护手，我的出个护手，直接出吸血的，直接跟他拼续航。我太了解程咬金了，我知道程咬金怕怎样的芈月。压着你打好吧，等一下猴子来一个打你们俩。发起进攻，大招还未冷却，收到。我想吃，我就不给你吃，你就吃不了，难受死你今天。收到。有事没事刮我一下没用。猴子来了，姜子牙来就算了，猴子来我直接 EV 啊，打不过姜子牙，我这个出装。看看程咬金出啥，出魔抗了，出魔抗他打不了那个露露，那个露露来就给他越了。开始撤退。哇哇哇，指挥一下队友啊，受不了了，老是被抓，老是被个项羽顶到不能自理，能死吧你？你看，听我的，必须起飞。等到后期出了物防也没用了，他出了物防以后，我那个吸血术就好了，我就压着他打了。得针对性的那个啥，知道吧？只有法术防御。不太了解程咬金了，你选出来就得挨打。他后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请求集合。哇，我玩程咬金被这么对待，我玩芈月还被这么对待呀，我受不了了。等你。进攻敌方防御塔。我不得先法蓝吗？经济太低了，太害怕猴子了。不要放肆。血这么少，我血少吗？6000多了呀，我还得出肉的后期。我这个英雄出肉的，我就这一件物防得出。开始撤退。我就出这一件物防，其他我会堆生命的，比如不祥征兆啊啥的。你看这个吸血就爽起来了，队友全不在，算了，先一波团吧，比加太深了。他就喜欢秒接打这个猴子，好几波了，好几波以身试法了。想带线，
你还想带线臭小子？发起进攻！发起进攻！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请求集合。大招还未冷却。哇靠！这程咬金让他跑了，兄弟。这么多人包他给他跑了，我也得吃线。不是灭了，技能还未冷却，便是为六国所命。轰他，臭小子！来，克死这个猴子！知道吗？女子桀骜其一可扫六合，主天下。等一下，让猴子看见我绕道跑。猴子、虞姬、程咬金，克死他们！看见我 A 都 A 不出来，我还想再来个冰心，我克死他们。开始撤退，不去了，就压制你个程咬金。我今天的出装就恶心对面，你知道吧？就针对性的出装，那第一，我限制程咬金带不了线，他带不过我。第二，猴子敲我直接让他 A 不出来，我再来个冰心，我继续减他攻速。开始撤退。但是合成的同时，我要先合成这个。拜拜，我走了。开始撤退，收到。能秒。你猜到。听说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集合，进攻主宰。这别打了吧。快走，快走。开始撤退。跟着我在这浪，我能跑的，我也是不怕被人包的。开始撤退。主宰即将刷新。再来个冰心，我血量应该够了吧？8000多，差不多了，不出了。不好，你有本事秒我。现在把姜子牙杀了。开始撤退。请求集合。要是趁你骂我。不负明月暴打程咬金啊，他的装备都不会出，打成2-7了。黄刀不死鸟，不死鸟就算了，你又转个黑漆，我靠，这个出装哟，还有70的胜率呢。不对呀，这前面的装备是跟我学的呀。但是他不会打敏锐。